の大学、うん、頭がいいってこと？頭がいいらしいです。でも私はここの学生じゃない。日本女星大原英子为了电视剧《石头侦探水野雨衣》来台取景，走访台湾大学，也在台北公馆吃吃喝喝。暑いのでしょ？ね、待って、日本のと全然。也在剧中客串演出的台湾艺人姚爱妮，带着大原英子品尝黑糖珍珠奶茶，眼睛睁大，满足的直呼和日本的完全不同。两人也来到饶河街，经过松山慈幼宫吃娃米刷，玩射气球、枪击战，还体验了台湾传统技艺鸟挂占卜。最后再到餐厅吃臭豆腐、小笼包。最近还有日本团体 AAA 成员西岛龙宏也来台拍摄。西岛龙宏最近代言航空公司广告， MV 中不少场景都在高雄所拍，像是高雄的六合夜市、孔庙、大义公园的椅子乐谱等等，充满浓浓台湾味。清爽曲风搭配上洗脑歌词，让许多台湾歌迷看了都觉得多了份亲切感。日新来到宝岛拍摄 MV、戏剧或是为写真集取景，也成功推广了台湾观光。TVBS 新闻张志前、刘雨晴，台北综合报道。